大家好，我是一秋，山里有25K 的促销卡包，画面中的是再次刷新的英雄变异者五选一，每2天可以做一次有效骑士，6天还是一套86加一套88。周三更新了银卡之星，法甲一个后腰双四星，要求和以往都是一样的。白银野兽也更新了有效骑士2周，要求和奖励和以往也是一样的。萨拉赫的附体卡99的一个前腰，它的成本在170多万，双五星，左脚的主力脚175的身高，高中的心态，身体模型就是他自己的。搓射、外脚位、射门、flare 特技也都是全的，速度、控球、射门都是99，耐力也有99。Inception 说这张卡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张卡，就是非常不错，又有双五星也非常好玩。往年萨拉赫的这个身体模型不是太好啊，但是今年这个版本还是挺适应的，所以这可能是目前为止 FIFA 里最好的一张萨拉赫了。有条件就做一张吧。好了，就是以上了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